Hello，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郑波呀。那么今天我们又继续回来玩那个卡车跑酷啊。上一次啊，有很多观众喜欢这个游戏啊，那么我们就继续来玩这个游戏啊。那么这个游戏的话呢，我发现啊，它有一些这个能力啊，就是这些超能力你可以解锁的啊，比如说这个慢动作，还有一个这个是什么，double jump 啊，就可以跳两下。那么这是一个什么超能力呢？这个空中 dash，哎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。还有一个这个火箭背包啊，那么这是一个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啊。那么我们可以解锁一个这个都这五个东西都可以解锁，但是你解锁的话你要花1000点数，我不知道我有多少点数，我要在哪儿看？我试一下点一下，我这是解锁了吗？哦。哦，我只能有一个超能力，是吧？哦，那么我们就选择这个慢动作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看一下慢动作要怎么用啊？慢动作，我们要按一下鼠标就可以慢动作了啊？好吧，那么 continue，继续我们上一次啊，上一次就是来到了第24关，哇，这个就是传说当中的慢动作模式啊！这个样子我就可以非常好的。我就不会跳错车了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我们采用这个模式之后，就非常顺利的跳到了一辆车的车顶，我们就不用在意那些会翻车的这种问题了。但我前面没有车了，没有办法，好吧。我们用这个慢动作之后呢，就感觉是如虎添翼一般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错误减少了，哎，随便走，哎。啊，刚刚人品不太好，再加上很久都没有来玩这个游戏了啊，有一些生疏，对不对？哎，哦哦，哎，好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像那个《黑客帝国》里面一样的，哎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帅气，哎，像那个 Super Hot 啊，还有那个游戏又更新了啊，哎，到时候去玩一下。哎，不，最后一辆车赶上，这是一个什么垃圾地图啊？啊，真是的。哎，难不到我，难不到我啊！我们之前尝试过了一个还要变态一些的。好，我们要降落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我们的这个慢动作是比较好。我操，车爆了！嗨，好，就是这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终点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只要过了这个地方，在下面再踩到一辆车的头上就可以了。救命呀！哎呀妈呀！哎，我有一个好的主意，very very good。哎，我直接从这个地方跳到你们的前。哎，哦，哎呀，哇，我被撞死了！慢动作，哎，好，我相信这辆车能够带给我好运的，相信自己，走。先来，慢动作。哎呀！为什么每一个关卡，这后面的每一个关卡都是到最后那个阶段都比较的，哎呦哎呦，没用的，我已经飞出去那么远了，没有用的，我要尝试一下，我不用慢动作可以吗？哎呀操，来，就这辆车，就这辆车，哦，车头也行，就这个地方，就，哎呀，哈哈哈，点子好背呀、啊。哎，跳一下！哎，过来了！哎，别啊！对，嘣！沙咔咔！哎呀，操！我跳上去那个车分开了，我站的是他们中间啊！我再怎么嘣沙咔咔也没有用了，再来，嘣！沙咔咔！还是这辆车啊！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带给我好运的。嘣，沙嘎嘎，嘣，沙嘎嘎。那么多辆车，我就怎么能掉到缝里面去呢？我怎么也想不通啊！我希望我不能通过这一关，而且下一关会很简单啊！不，会很难。好，放松心态，就算死了。也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的，放松心态，放松心态，呀呀呀呀呀呀呀！
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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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终于成功了，对不对？下一关肯定会非常非常非常的难，我肯定过不去的。哎，来，哎呦，跳到32关，什么鬼啊？还有激光？我能跳那么，我跳不了那么高啊！我操，我就只能这样子来回的跳。What the fuck？ 我操你奶奶！操你奶奶！操你奶奶！我要巴拉巴拉蹦呀！其实如果说他们能保持这个阵型不乱的话，对于我来说还是很好跳。哎，我站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他就碰不到我。哦，不要碰到，不要。哎，这边这辆，啊啊啊啊！啊终点就在我的眼前啊，我怎么就那么不珍惜我眼前的这一次机会呢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我差一点就飞过去了，我的天，我穿过了机关，我来辆车来，哎，别每一次都是那个地方，已经两次是那个地方，我死在那个地方两次了。哎，嗨，嗨，我会空腹啊！知不知道啊？空腹啊！哈哈哈！你们不要到最后就到处撞嘛，正常一点。好不好，玩完这个游戏之后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坐卡车了啊！虽然我可能没有机会坐卡车，但是有机会我也不想坐卡车，太他妈的有毛病了。上嘴，认真玩游戏还是有效果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下一关，33关，这他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！我要怎么动不动了？不带你们这样玩的，真的，不带你们这样玩的，我操你奶奶！好看，师傅。不是莫名其妙的怎么就撞上去了啊，你怎么开车的啊，你操。哎，我只能祈祷不要碰到我啊，这激光，对。哎，你好像这一次都没翻车。哎，好没有翻车就是好的。还好我机智，我动了。啊过来啊，耶。哎，来继续看一下下一个。你的意思要让我从这个，要让我从这个洞里面，嗨，嗨，嗨，哎呀呀呀呀呀！啊！哎，别！哈哈哈！我知道怎么过了，大家看好，哇，哇，哇！哎呀！
最后一个动物干嘛那么气他？我脑子有屎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Level complete. Shit. 42关了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的话呢，也就先到这个游戏，我们继续玩下去啊。那么说，如果说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不妨点一个点，或者说关注一下我的频道、新浪的微博，都是可以的。这游戏太他妈的变态了，好吧。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